放暑假，未来春之茶电影院给您最新鲜的原味好片。你行得上台，唔好怯啊，怯你输咗成世。人生就像擂台，你可唔可以教我打拳？搞咩啫？只要生命尚未终结，就要一直拼斗下去。张家辉、彭于晏，这场比赛我可能会跌倒，但我一定会站起来。激战，勇者不败，未来电影台热血上映。